各位姐妹啊，程校长家的麻酱米线是609，直接到手六桶啊，每桶呢是127克的。咱家这个活动啊，五一活动只有5天。它这个汤底特别浓郁。浓浓麻酱的香味儿。花生刀忘放了，我说缺少点什么呢？感觉，喜欢麻酱的闭眼去冲啊，太香了这个。